这里装着一箱永动机，你信吗？我打油桃给儿包他。哎，我也不信，但是啊，卖家说了，这真的是永动机。如果有了永动机，那我觉得我这波肯定要发了。如果卖家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可能要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。一个永动机，两个永动机，三个永动机，四个永动机，粉色五个永动机。哇，要么我们一个个来看一波。首先，这感觉是一个手机啊，装的非常的牢靠啊。这个东西感觉是这样子的，一个哑铃，打开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透明板，这就是那个哑铃，然后没有了啊。这东西怎么来涌动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怎么放了，直接插在这上面，啊，这样子，哎，是这样的吗？哦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咦，这个男士强迫症啊，你看，怎么插都插不到位，就这样吧，哟。哟，哇，哇哇哇哇哇，这就开始动起来了，它莫名其妙的就飞起来了，神不神奇？中间是空的，来看一下，让它转起来。哎呦呦呦呦，非常的晃眼睛，这一蓝一白一蓝一白，转的非常快，它是涌动的吗？啊，我也可以肯定的一点呢、啊，它是没有上电池。那原理就是它呢通过地球磁场，然后吸收能量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只要地球转，它就转，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啊。那它到底能转多久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估计通过我的 BB 啊，它应该已经转了一分钟了吧？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它怎么越转越慢了呢？可能没有吸收到日月精华、啊，我们这个东西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没有放到地球的南极或者北极，如果放到地球南极或北极的话，那我想肯定它的力量就会快很多吧。怎么我说着说着它就停了？嗯，这个东西哎，不给力呀、啊、你这个翻车了呀。你看我拍它一下呢，它又开始转了啊。然后它就是一个浮空的造型呢，它容易更加的减少阻力。哎，永动机嘛，不光是要动，而且还要持久的动，这个持久力不太行。第一个失败了，然后第二个，我发现那个包装居然是小爱心，哇，满满的爱。哦，第二个大家应该都看过，这是一个传统的永动机啊，就是左右摆，这应该是个底座，这是架子，嗯，把它架起来。给你架起来，拿掉。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永动机。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把这个球拉开，多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们就互相的磨蹭了起来。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原理啊。依据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啊，就是我们把这个球哎拉伸之后呢，球咚打到这里，它的力道传给了它，传给了它，传给了它，然后最后面那个球呢，就因为受到了之前一个冲击力呢，它就飞起来了。飞起来之后呢，它又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又把力量传回去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能量的闭环，就没有磨损，就可以一直荡下去。我们看一下，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的？哦，哎，哎，哎，怎么越摆越短了？你看，越摆越短了，这太让我失望了吧！你这个持久力不行啊，五秒真男人，你这个比真男人厉害一点，大概能够互相碰撞个一分钟左右，它就会停掉。喂喂喂，凉快凉快，待着去。
一边待着去。好，我们来到下一个，这个是个啥？哇，这是个小陀螺，它可以转哦，那应该就是放在这上面转。这就永动机了，这是哪怕是逗我玩吧，你看，这逗傻子的吧。喂兄弟，我电池都给你上了，你结果给我转这么一下子就没有，这不是玩我吗？我给你上电池了呀，而且这也没有开关啊，这哪里来的开关啊？电池都上了，怎么还没有用呢？再试一试啊。你这上不上电池到底有什么用？垃圾玩意儿，走一边。哎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地球仪。哟哟哟哟，这地球仪咋半个呢？哦，两个拼一起就可以了。盖好以后呢，就是这样子。地球在动。哦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！哇，这地球居然转起来了，看，这是我们中国，它转起来了，有点厉害啊。这是这几件里面最酷炫的了，到底它能转多久？哎，我们先把它晾一边，接着拆另外一个。这个呢，应该是一个啥？一个我也不知道叫啥，反正是这个造型啊，感觉摆在桌子上挺酷炫的一个东西。这应该是个底座，杆子一个，杆子两个，然后就是这个铁架子了。哇，还挺复杂的。这样，啊，可能这样子。哦，这个东西感觉它会一直动哎，这也是有个磁铁，看到没有？这。它应该也是一个磁场，哎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地球磁场理论。另外两个杆子是咋弄的？哦，在这儿。这只要这样子挂在这上面，就开始了。就这样，哇，真的有点用啊！你看我在这个慌乱的运动之中呢，我们人就在最中心的位置，你看到没有？最中心的位置，这就说明了人类才是天选之子，躲在永动机的最中间。这东西也可以永动啊，感觉我们就稍微推了一下它就一直动了，跟这个地球仪哎，两个一样哎，它居然这么厉害，一直在动。这样吧，我们来计个时，我们现在给它计时啊，哎，启动，看它俩到底能转多久。虽然这个动的动作不是很大，但是它一直在动。哎，其实呢，这个也在动，这个也在动，就让它三个比赛下，到底哪个是永动机。已经过去了35分钟，地球仪还在转动，这个。也依然在转动，看，35分钟过去了，莫非这两个真的是永动机？这个地球仪，我们把它电池拔掉，看一下它还能不能动。你看，电池拔掉之后，这个灯还会接着亮，但是动好像是不会动了。哇，那这款就有点厉害了，它。好像没有装电池啊，它就一直在转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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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？
有小伙伴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。好了，那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哦，拜拜。